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，我是格子姐姐。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老师请让我回答问题。我喜欢上学，最喜欢上课回答问题。我的手举得高高的，老师，老师，请让我回答问题。上数学课，我喜欢回答问题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现在是几点钟？雨桐在数手指头，凡凡在读数字，小桃最怕举手回答问题，只有我飞速地举起了手。我，我。老师点了点我的名字，我回答说，6:15。再看仔细一点哦。是7:15。哎呀，我刚才没看清楚嘛。上英语课，我喜欢回答问题。同学们，黑板上的英语单词是什么意思呢？鸡蛋。我自信地说出了答案，可老师和同学们怎么都在笑呀？雨桐举手了，老师， apple 的意思是苹果， egg 的意思才是鸡蛋。原来我一着急把 apple 和 egg 的意思弄反了呀。我只是有点马虎嘛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上科学课的时候，我喜欢回答问题。枫树叶、银杏叶，还有大公鸡的羽毛、蝴蝶的翅膀。虽然后面两种树叶我不认识，但先回答问题再说。虽然我有点像在捣乱，但没关系呀，我的脑袋转得快呀。小桃的手从桌底下钻出来，又钻了下去，又钻上来。他举手回答说，老师，最后两种叶子是杨树叶和爬山虎叶。小桃变勇敢了嘛。上语文课的时候，我喜欢回答问题。老师在讲台上读，小鸡画竹叶，小狗画梅花，小鸭画枫叶，小马画月牙，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呢？因为青蛙游泳的时候腿抽筋了，呵呵呵。我就喜欢抢答。冬天的河水都结冰了，青蛙怎么去游泳呢？同学们都捂着肚子笑起来了。小桃说，因为青蛙要冬眠。因为青蛙的皮肤太薄，出门太冷了。凡凡喊道，因为冬天没有虫子吃。小智回答说，大家的答案好像都比我靠谱。好啦，谁知盘中餐，下一句是什么？锄禾日当午。虽然我又回答错了，但是我敢于回答问题啊。天为什么会下雨呢？因为乌云没有朋友，哭了，呵呵。虽然我不清楚答案，但我就是要第一个回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师突然不让我回答问题了。我的手像小金鱼的嘴巴那样，一张一合，一张一合，想引起老师的注意。可是老师还是没有点我的名字。我戴上了一副彩虹颜色的手套。老师，老师，请让我回答问题好吗？可老师还是没点我的名字。那好吧，我决定不举手了。结果老师点了我的名字。哼哼，我就知道不举手反而能引起老师的注意。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呢？它穿上裙子就变成漂亮的蝴蝶了。我的答案又让大家笑出了眼泪。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？虽然我有点着急，有点搞怪，有点，但我总是敢于第一个回答问题。
哎呀，这难道不好吗？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再让我回答问题了。又是一节科学课，老师带了一个保温箱走进教室，里面放着三个鸭蛋。小鸭是怎么孵出来的呢？老师提醒大家好好思考，然后再回答问题。同学们都安静下来，认真思考起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齐刷刷地举起了手。虽然我没有举手，反正老师也不会教我回答问题的。我把脸凑进保温箱，老师也靠了过来。没有鸭妈妈，怎么孵小鸭呢？这个保温箱有魔法，可以孵出小鸭吧？什么神奇的魔法呀？就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嘛。老师提醒我好好思考一下。什么魔法呢？难道是保温箱会在没人的时候变成小鸭吗？不对不对，它又不是阿拉丁神灯，难道它会变成鸭妈妈孵小鸭吗？它又不是变形金刚，变成鸭妈妈吗？对了，外婆说过，鸭妈妈的屁股暖暖的，可以让鸭蛋裂开一条缝。老师，因为保温箱里很温暖，就像鸭妈妈的屁股一样。你的答案简直是棒极了，不过你认真思考问题的态度更值得让大家学习。认真思考，积极举手，才是最棒的回答问题超人。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我不好意思讲。因为我举手只是为了表现自己，而没有认真思考问题呢。明天我还要回答问题，当然是先好好思考问题，再举手回答问题了。我嘛，最最喜欢回答问题了。好啦，宝贝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，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。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，微信搜索格子酱讲绘本，格子陪你一起成长。晚安。